知道你背负了太多世人的误解。小谷只是害怕他。世间还是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。花千骨现在是我白子画唯一的突破。当你能心怀万物，才能看清这个世界。可是当我观微世间万物，发现了仇恨。妖神，天意如此。见了本尊，为何不跪？